你现在想问什么，我都会如实告诉你。再聊会儿，再聊会儿。学到我以后呢？等我们都长大了，再生一个娃娃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就是担心你。 那么看着我干嘛？你什么样我都见过，但是我还是没见过你火气这么大的时候。谁说我火气大了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出去住。那你带钱了吗？带手机不就完了？那你带了吗？ 开门，我今天晚上住你们家。怎么不欢迎啊？不是，我是觉得有点受宠若惊。我警告你哦，不要乱来哦。不可能，绝对不会乱来。请。要乱来，也只能是我乱来。 不用换鞋了，哼，也没换。哇，我今天心情很不好，你不会让我去睡沙发吧？不会，你就把这当自己家就行。喝点吗？ 今天是不是听到了？放心，我不会杀人灭口的，不要紧张。欠多少啊？ 也不是很多，百八十万吧。能总有什么建议吗？我也没欠过这么多钱啊，就是挺心疼的。这么多年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，创业兼职，课项目当伴娘，同时还要照顾我妈。 我爸出车以后，本来每个月要给他的钱先得断了，现在我既要还债，还要养他，可他一点都不领情。其实我还挺欣赏你的，能这么坚强坚韧的去还债，还想着帮你爸。既然你也这么想帮你爸，你为什么不回去啊？你在这干嘛呢？ 追你啊！哎呀，困，我想睡觉。哎，出去吧。哎，再聊会儿呗。聊什么呀？有什么可聊的？你现在想问什么，我都会如实告诉你。再聊会儿，再聊会儿。学到我以后呢？ 等我们都长大了，再生一个娃娃。你跟你爸到底怎么了？